了上爱唱的一条。嗯，有对一条。啊，但是我唔敢唱。无要紧，无要紧。无要紧，你甲我讲啥物歌名就好啊。哦，诶，粤语。粤语。嗯。粤语，阿妈要听泡的。你听这个哦，写字啊，写字，嗯，在学写字啊，在学写字。啊，你即摆啊听这首歌时阵，你的感受是啥？你在学写的时阵听，哦，你的感受是啥？啊，是咧想啥物代志？是今天在做的哦，没问题，所以你当时是在想你的先生？不要问啊，啊，没代志了。阿妈，你今仔有啥物歌要分享给阮？我会晓的范围啦。啊，刚刚你讲到一条是啥？心所爱啦。啥物事？啊？啥物？是一条？有啥物故事吗？有啥物故事？就是我感觉。有兴趣就做这一轮的青花瓷。哦，这少年的歌。啊，因为我感觉困难啦，啊，所以讲。想要学看吗？想看，你看，我都 OK 了嘛呢。伊的歌词的内面，感觉就是中国的历史啦，啊，甲文化，嘿啦。你对遐有兴趣？啊，就是，即马都算退休啊吼，啊。研究一寡现代，算讲较早都话咧较少册啦，所以讲对加减研究啦，啊，搁对阮囝啥嘛，伊中有一个嘛，淡薄有滴顾虑，我做退休了后吼，我参加真济社团，好在是，真济个因为。爱上班无假吼，啊，咱较保守啦，拢学问少，啊，搁对社会经验嘛较少，所以我参加社团咧，活动嘛，尽量去参加，哎。拢是参加啥？头一个是对卡拉 OK 有去啦吼，哦，嘛，本来头一个就报名。这个社会大学伫延安国校哦，有去，啊，感觉咱的声啦，甲
挂签啥、取消啥，都接接受啊，踊跃的参加。啊，这惠庄路的惠庄树嘛，包括国光山的哦，国光山的也是嘛是社会大学啦，哦啊嘛是算卡拉 OK 啊活动愉快啦，啊感觉拢对人袂着嘞哦，啊所以讲啊伊爱去面听歌嘛有地方，无唱团，啊靠靠一家生意这方面嘞吼，啊所以讲我着去参面参加一下活动，无唱团。那就纯粹唱歌而已。所以讲，一年就是你是养生啦，吼，啊，你种种的人文啥，你了解较深，吼、嗯哦，啊，所以讲，这种经验有帮助的。那、嗯，你那时阵是啥物事？哦，就一。上面就是补助，咱年长的情况下，诶，轻松的轻松吼，啊个如果活动来社会，咱嘛有一个淡薄啊快乐的才艺、娱乐的才艺，较正派，嘿啦，就讲。你感觉较轻松、较快乐？嘿啦，啊，就是个人较比讲。前诶，前煞较袂讲安尼，安尼自闭感，较自闭感，吓啦，所以讲袂甲人活动安尼，吓。农村曲啊，农村曲，我就是讲我如果唔知影，我未了。农村曲，哦，农村曲，就叫农村曲。江蕙曲的嘛，啊，是方瑞的。所以讲，查甫穿的甲查某穿的有无同的所在，就是只一步就到无下，迄句那向阳我做阿个，迄步就到无，嘿，迄步就到无下，迄步到我穿的就无，我伊另外，如果别人穿的，伊就搁走去啊。嗯嗯。啊，但是伊迄个调是要还可以，我再观察。嗯。叫人穿啊吼，哎，叫人穿，叫人去买，叫人，哎，一件两件。你今仔讲小巴站叫我纪念我，即卖有无？我无，我无报道的。这我都知，龙山桥我都知。那龙山桥，不过系时间真长嘛，20多年呢。龙太都咁嘛，啊你未做啦？短短一时间，啊咁样，短短而家又得无半钱，无要啦，啊，真系烧钱咁滞。如果你又等下个海椒了，阿媽都冇，冇本錢。哦，笑個煙啊，真係唔識。啊，就快樂。較早嘅人吼，你講佢生活容易就容易，但是過到迄個，感覺無憂無愁啦，感覺壯闊，感覺無什麼壓力，講緊今年無什麼，自己家就是壯闊。天光起来就是做嘛，安尼暗时倒一股声就甲天光照起来，啊天光起来就是做啥嘛，啊暗就是做，啊困天光起来就是做，较早拢无啥，较早闹啥物机械啰，哇臭不干净嘛就清干啦，啊爱打盘，爱出面，爱出布条，爱出皮条，啊较早爱做打盘，哦迄个那方较早拢有，较早。
在那边也感觉我那边去做经济钱嘛，实在工作上面嘛，无啥物感觉。伊那边往常就讲农业的时代，叫做农业时代。啊，就讲我这嘛想不起，想着贡献嘛是一种欢喜嘛感觉。想到嘛心酸啊，因为做兄弟，哦，啊，就讲唱这首歌，我就感觉，哇，我一个体会，真正真好听。
一去不复返，回忆怎会消散？茫然回头一看，快乐消失如烟火般绚烂。年少的轻狂将要步入社会的摧残，现在。